Hello， 大家好，我是古小伟，今天欢迎收看《女神在线》。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浩如。嗨。其实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邀请他？主要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看到他呢是比较个性，感觉是一个很难亲近的。老师，你人蛮好的，你就说我刻薄脸就可以了。没有，就是脸很臭，就人家会觉得不好接近。对。然后每次上对了，你上节目，我发现你都是在骂来骂去的。我们都变成当节目的那个啊，看门狗。看门狗，这样比较有效果吗？对，我们都是效果担当，要去咬人的，然后去跟人家对骂，去骂人的。对了，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他如果要化这样的妆容，他平常化的妆容去骂人，我觉得是比较。我没有想要骂人，我也想要温柔一点。就今天。试试看吧，好不好？我好期待哦，老师，你搞不好可以开启我人生第二春。就因为着重在眼妆吗？对，那眼线的地方我只画后面这个地方，然后后面我会拉比较往下一点点，眼线往后延伸，看起来比较无辜一点点。我不用刻意去画太多眼线，从前画到后面，看起来就很个性。我只是后面这个地方加强三分之一段的地方，没有刻意去画。再来用比较深的眼影粉去加强，让它柔和一点。好，这样眼睛看起来，其实我只画了眼线、眼头、眼尾，主要是着重在眼尾。眼头用眼影晕染，看起来眼睛就变亮了。耶、yeah, ！我们现在改造完成了，浩如什么感觉？ Yeah, 我就想说，这是谁啊？不认识自己了吗？对，有点好像回到那个。结婚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有点甜美的感觉，有点 lady， 有点甜美。你看我讲话是不是都有点温柔了起来？差一点点、啊，有没有？刚刚比差很多吧？刚刚发际很重哎、欸。对对对对对。我们刚刚在聊啊，2022年呢，来宾们都有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工作上啦。但这我们尤其我们做这一行哦，你的脸要长得有观众脸，是很重要。对啊 ，Ben， 你看有没有 Ben N 呐？可以啦，对不对？那有些女生呢，就是长得就觉得到底我欠你多少钱？今天这位女生就是这样，可是她还是有少女梦的。虽然她讲话就是比较直接，对，但今天不知道她不讲话的情况下被改造完会不会有她的那种少女感呢？那我们掌声欢迎今天被改造的名人。忍多久没讲话？可以回来了，佳佳，要看一下你的舌头，那个舌头，我这边啊，你这个就是一个风尘未久佳女，然后被还俗了，对啊，太适合我吗？今天这样，我觉得蛮适合你的，欢迎小雨老师。我觉得妆我自己以后会尝试这个妆，但可能服装方面还是不会那么梦幻。但我觉得我可以上衣、裙子，我真的沙沙的真的是不行啊，沙沙不行，沙沙的，沙沙不行。但我可能至少可以改一个，比如说什么牛仔裤啊，休闲一点。哦，对，我可以休闲，但不要太梦幻。是，但妆我可以照着那个偷一点小伟那个老师的这个小伟老师的